飞艇跟飞机比，它主要是那个飞行速度比较慢，同时它这个飞行高度啊，我们可以飞得很低，所以它在这个旅游观光有很大用途。哎，这个我在游客看这个风景啊，就需要的就是低和慢。热气球的这个它如果没有动力，可能是随风飞摇摆，我们飞艇的话有动力可以自主操控飞行，你说你去哪个地方都可以飞过去。 这个安全性也相对很高。我们这款产品刚好就是做低空旅游可以做一个示范应用，大力发展这个低空旅游的一个场景。就除了旅游观光以外，还有很多用途啊，你说这个空中航测航拍，啊，还有这个无碳啊，你这个应急通信啊等等。 通过在貂蝉内进行适当的改装，你说加装我们的航测设备，就可以对地面进行这个航拍，通信设备加上以后进行空中这个通信。